中国男星白敬亭凭着《开端》《长风渡》等戏累积出高人气，然而今年他受邀央视春晚，却让好形象大翻车，人气直直落。全因他与魏大勋、魏晨演唱时，被质疑耍心机，衣服颜色故意与其他两位男星穿不同外，还一度霸占 C 位，开春就被骂上热搜。不枉黑历史也被网友挖啊挖啊挖，连素文时期的照片都曝光啊！由头、黑框眼镜、抢眼的发际线，对比现今长相，让不少网友直呼认不出。但也有粉丝反家，这只是造型失败，哥吐过，但哥没丑过。